王，公主已有三日未进食了。那又是为何呢？还不是因为那桩婚事儿，我们没有答应她和铁匠的婚事儿。小孩子脾气，她准是公主病又犯了，不去管她。父王、母后，儿臣今天再问你们一次，你们究竟同不同意我跟铁匠的婚事？不同意。既然我决定不了自己的婚姻，那我可以决定自己的性命。不要。女儿，你要理智。虽然你是我们的宝贝女儿，但是也不可以如此任性。人生大事，岂如儿戏？不，我就要跟铁匠在一起。不可以。我就要跟铁匠在一起。女儿，不可以。你今年已经十八岁了，已经是成人了。正如你所说，你无法为自己的婚姻做主。但是爹，我也想通了，去寻找你的爱情。真的吗？你要记住父王的话，生活的道路是你所选，将来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，都是你的选择。下去吧。